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台湾 Max Fork 防潮系统的调节钮。相信大家都有常面对到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要调这个东西，是吧？有时候调，它会过多的弹回去，它这个东西会弹回去，就好像没有了卡位这样子，它会弹回去。这是台湾常常Max Fork System 这个调节钮常常面对的问题，其实它弹回去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弹簧是松了，所以我这里分享给大家知道，想去调节回这个松懈的位置。这个现在我这个是调紧了，只是我重新拆过一次，给大家看是哪一个东西作怪。我现在我拆 ，OK， 大家看到吗？它的 Max Fork System， 首先拆到的 String， 把它拿出来。这个也拿出来，不过这个拿出来大家要注意啊，要按住啊，不然它会弹出来啊，因为里面有没有那个，把这个东西也拿出来，拿了出来，这里中心里面有一个垫片，要记住位置啊。然后还有一个盖住了螺丝位的，看，拿出来，还有一个铁片。将它拿出来。有一粒螺丝，打开它，看到螺丝拿出来，这个东西也拿出来，大家要注意它的位置哦，不然装错掉啊。OK， 这里有一个卡位。lock way， 跟它拿出来 ，OK， 拿了出来后，看啊，这整粒东西可以拿出来了 ，OK， 其实关键就在这个弹簧，这个弹簧，现在是原装是这样啊，它是不够，这个东西不够出外面。而卡不到这些位，这个卡位，这种卡位，它吃不到它这种卡位，所以它有时候你推上去的时候，它会凹到弹回上来。解决方法，拿出来，看啦，我的是紧了啦，因为我的是紧过头了，我要调回松它。那么有些是问题是松了。它不能吃住那个牙，所以每次会弹回头。解决方法就是跟它打开它，很解决。张开它，张开一点，重新按回去。要给这个尖喙凸出来，就那么简单的就可以了。重新装回去。重新装回去。让这个东西深入出来，不过我的没有了，我的是因为太紧了，我张开太多了，所以我要放回松了。你看，这步骤就是这样的，那么简单，关回去，
我都变成很紧。OK， 我调回松了，再调回松了，松一点。哇，很紧，很紧，我的很紧。给的，重新把这个东西关回去，这个东西是lock住它了。螺丝锁回去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啦，不用是讲说这个东西坏了什么，重新装回去。关键这边来了啊，调回去的时候记住啊，这里要零啊，你要转回去零啊，这个门呢你要装回去，你要注意它有磁铁，所以有一点麻烦。它会吸住啊，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撬上来，把这个牙不要割到它，推回上去，要一只手按，给它粘性。看这个牙，看到这个牙吗？啊！哎呀，你看它又弹回去了。OK， 你要弄的话给卡住，看到。就这个牙的，看啊，这里里面不可以再去了牙，因为这里是零嘛，这是 manic 啊，你要 lock 住它先，按住，重新，哎呀，你看，它又调回去了，所以这个位置会有点麻烦。挤手压脚的人，啊，lock住了，lock住了，所以要快快把这个东西去lock住它，它就不可以动了。OK， 好。
这个是零啊，然后当你调的时候就是 Manic 嘛， Manic 去转进去去 lock 住你的磁板嘛，这个就是开位。我的是调得很紧啊，就好了，白灵重新装回去。这个边扣回去，这个老婆好是啊，它就不会lock住，它就不会弹回去，至少有个lock。你不用讲配件坏还是什么，这样就完成了。OK， 搞定。